所以你刚有说，其实很韩国，你身边有看到很多人其实是用 polo 衫作为情侣装。对，所以你自己衣橱里的 polo 衫也是因为前男友的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向往的浪漫吧。对，就是蛮常看到。我觉得韩国的朋友们其实蛮这样子会去搭配，嗯，对，而且也很多款式跟颜色的选择，所以，嗯，对，我也蛮想试试看的，所以还没有机会。